蛋糕风味双麒麟，然后这个是榴莲风味双麒麟，新品上市哦。那乳酪蛋糕双麒麟，什么味道？就很浓啊，起司嘛，比之前的那些冰淇淋都还浓啊。真的、啊？好哦。你要不要吃一口的榴莲风味双麒麟？它一拿就有闻到榴莲的味道，哎，还不错哦，好吃，真的好榴莲哦，太赞了！全台湾最便宜的榴莲双麒麟，又甜又香又好吃，可以试哦。哦，超浓，它起司的味道蛮浓的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像蛋糕味耶。对，像蛋糕，肉起司的味道。它是咸咸甜甜的，起司口味的，嗯，还不错哦、嗯。这是全台湾最便宜的乳酪蛋糕风味双麒麟。对啊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？这种脆皮饼干杯比较好吃哦，赞啊！什么？冰淇淋机的那个饼干杯没那么好吃，这个比较好吃。这边还有一只10块钱的双麒麟香草口味的，这一只20块钱，超便宜。它一次出2种新口味，来 IKEA 一定要吃双麒麟再回家哦。